我们最后开始祷告，在天上的父神，就是看过我们同学和家长，能够和我一起来分享教会历史，是吧？我们看到主历史历史当中的作为，我们喜欢吸取历史教训，因为我们谁都没有回到过去了，历史过去了，这就已经过去了。我们从中学习教训，是为了今天更好的活在你的面前，主要能够帮助我们。这个名气好，各位，我们上一回讲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丢了一个题目啊，具体三题我讲的不知道怎么，可能是备课的时候备的匆忙了一点啊，就是有一个问题没有回答大家啊，就是解释为什么教王法国有个在我们的教材啊。我们的教材的第多少页？我看一下啊，138页啊。法国教皇，这个教皇呢，当时就叫波尼法修啊。然后法国的国王呢，叫腓力啊，腓力在。然后这个腓力呢，跟这个教皇。那矛盾了的时候这个教材没讲它是什么矛盾，没讲得很详细啊，抱歉我也知道的不多啊，那么呢，他要开除他的教籍啊，你是个假基督徒啊，你混教会的啊，然后你假天主教徒，你假信的啊，你败坏的啊，要认罪悔改啊，把他开除。但是他开除为什么没效果？不像以前的那个亨利二世一样的啊。腓力二世就死翘翘了嘞。那背后呢，就我们中国人叫民心向背啊，民心向背就是老百姓看谁的，谁走啊。我们前面讲过法，那个有70年以的时间啊，这个教皇被罗巴比伦用的，那教皇的生活很腐败，你是很腐败。还养小老婆啊，老养小三啊，还养了私生子啊，你多有不义啊！所以说，君王快速更替啊，民啊，国多有不义啊！就那你这种教皇在老百姓心目当中有什么地位呢？你还不如我哎！那你讲的话，是吧？谁？是吧？没人把你的话当话，这是一个方面的原因。权威没有，或者说很少了，很少了。老百姓心中不喜，大多数不喜欢尊。第二一个啊，十字军东征以后啊，欧洲在十字军呢封建制度，就是那些原来的什么封建主啊，在崩溃啊，在崩溃。然后呢，贵族呢权势越来越少，因为呢，大家号召去攻打这个东方的国家的过程，然后民族意识身份就越来越强了啊。就是这个不仅是好事啊，对吧？我首先是中国人还是基督徒，我的身份很重要啊，在欧洲也是这么一个问题。我首先的身份是。天主教徒或者基督徒，然后呢，我是法国人还是德国人？这身份哪个身份是排在前面的？中世纪晚期啊，这个讨论还不是很强。然后到文艺复兴的时候，这个文艺复兴之后啊，这个讨论身份就强大了，特别是到了17、18世纪的时候啊。然后我讲欧洲的两次世界大战，欧洲为什么在基督教国家，或者说基督教影响的地区，它为什么是世界大战？整个欧洲，但这种思想产生于法国和英国，英国和法国有100年战争，1317年
一共有116年的两个国家打仗，那你们都是基督徒，你为什么打仗呢？我说你们都是天主教徒，你们怎么一起？这是一个身份的问题。我首先是法国的，所以我跟你打架。就是说法国人的身份呢、他的国家的认可啊，远远已经啊，胜过他的呢宗教身份的认可。所以，教皇这个国的时候啊，腓力的时候呢，法国人他没有支持教皇，而支持他的国王。今天我们中国也是涉及这么一个严重的问题。你国人还是基督徒？你回答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你怎么回答？你怎么回答？怎么教的？你们教会怎么教的？各位同学，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教会怎么教的？没人回答我。有多少人在？回答不了还是？老师，哎。我没太听懂。我们有身份，对不对？身份懂不懂？你首先是中国人，还是首先是基督徒？中国人。你首先是中国人的话啊，你就可以，你要加入三支。因为为什么呢？你的第一身份是中国人，第二身份是基督徒，那么你跟每个的基督徒就可以打仗了，懂吗？这是个身份，身份的问题。大家知道是什么叫身份吗？就是个身那如果我第一身份是基督徒，那我绝对不会加入三支，我也不会跟美国的基督徒打仗。我宁愿被打死，我也只要知道美国那边的那个人是基督徒，是我的弟兄。如果中国人民解放军或者说中国政府要我去打仗，跟美国的基督徒打仗，我宁愿被杀掉，因为我不能向我的弟兄开枪，知道吗？明白了。我们的教会没有教导这些的事情，没有教导这些事情。那我怎么知道的？我以前在读神学的时候，林慈欣牧师，告诉我，他说我的第一身份是基督徒，第二身份是美国人，第三身份是美国华人。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基督，用保守，我当然第一身份是美基督徒啊。然后呢，我向美国宪法，试过。我要忠于美国的制度，所以我是美国人。第三呢，我是从台湾移民到美国去的，或者从香港移民过去的啊，移民啊，所以我是美籍华人。因为他身份很清楚啊，你如果你对你这身份不认可不清楚了，你这身份就很糊涂了啊，就很糊涂了。既然你是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加？三字是基爱国基督教会，你就会认可爱国教会了。难道你不爱国吗？这就过分了。这在历史的环境，就是历史上产生很大的冲突啊。我以前也不知道，我林牧师跟我们讲，你一定要知道个身份啊。有些人就很含糊，就糊弄糊弄过关。我们以前有一个长老，也是美国，他台湾过去的，在美国亚特兰大长老会。不长老啊，他自己是个化学家啊，那个有机化学的，来到中国啊，来中国荷兰的时候呢，然后呢，有一些弟兄姐妹就很好奇，问他一个问题啊，我没有啊，
现在好了，老师。张老师现在好了。好。因为我们教会没有教导我们身份啊，这可没有这感觉啊，可能没有意识的感觉。我刚才我话题就没讲完啊，要让长老盯到荷兰，他本身祖籍是荷兰人啊，他的他的祖籍是荷兰人，他荷兰的老乡就问他，说丁长老啊，如果中国跟美国打仗，你站在哪一边呢？他问了，你怎么问这个问题呢？很少来谈，丁长老他们那个长老会亚特兰长老已经很难堕落了，是20世纪长美国长老会在19世纪的完。贬斥了啊，对信仰呢就很不规正啊。我的老师林老师呢是威斯敏斯神学院的原来我又把你们静音了是不是？没有，好的老师。刚刚我开不了。好了，你们没事自己把自己静音好吧。你不把我这静音，那我这边静音的话，你就开不了了啊。那静，你们完全是你们那边的，好吧？我不让你说话。他是我的老师，因为是西敏的神学院毕业的，所以呢，他就这立场就很鲜明啊，立场很鲜明。教导呢就能够很明确啊，这丁长老也是我的老师啊，也是我的老师，但是他模棱两可的啊，搞不清楚是自己是谁，他还是长老啊，还是要教我们搞灵修的一个老师我在讲这个就明白了吧，知道吗？这个问题啊，就我上次讲课我漏掉了啊。或者怎么漏掉这么个问题呢？是那个露西问我，哎呦，我就说，好，我们今天讲中世纪最后一章啊，中世纪最后一章，第20章啊，20章啊。教会内部的扰乱啊，第20章。那个，中世纪我们前面也讲了，中世纪啊，没有像我们今天这么多我们中国教材里头的丑化它啊，包括我们中国教材为什么中世纪啊？中世纪当然我不是说它好啊，好的多，那你要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啊。我特别啊跟大家比较，中世纪确实不好啊，有很多不好的地方。但如果与中国历史比较的话啊，对，比如说杀人啊，它科学技术啊，并不是像中国是个这种技术它技术啊或者富裕程度啊，并不比中国人更富有啊。中国啊，满清时期啊，当皇帝，国家 GDP 啊占全世界32%啊。他说在经济收入方面他比中国呢不如啊，他说不怎样，至少经济怎样不如咱们啊。然后生活水平呢他也并不是很高啊，中世纪的人，但是他的就有很多的矛盾和冲突。那我们举过了教皇包情妇啊，搞私生子啊，养私生子啊，还有呢生活奢侈啊，但是他怎么奢侈，他比中国的皇帝呢那相差18000，这个我不用比了啊。你了解中国的3宫6院啊，了解中国的阿房宫啊，什么那个这他们奢侈程度啊，要跟教皇比了，这个是天与地啊。中国教皇是奢侈，但是他这个人奢侈啊，对不对？他那个圣殿啊，他那个宫殿啊，也是很粗糙的。他们之间打仗啊，死的人多啊，这1500个人。
过了一直在那边打仗了怎么样呢？人口只是少这20%。那个主持人呢孟锦琦退出来一次退出来的时候主持人就变成你了，因为我怕那个网络的那个有时候电脑用久了那传输速度就变慢不忙帮我控制一下那个主持人我们比较他怎么他是很坏但是不如咱们历史坏你不比较不是坏的吗？他在中世纪他就1290年他有里斯本大学这些对应的是当时中国处于什么时候。当然现代科学现代我们的制度呢都是中世纪那只是萌芽产生。历史是一条河不是突然产生一个文艺复兴就突然就。这个我们要就是客观的看待为什么会扭曲了两个人一个中国的政治制度他决定了对这个中世纪也没有什么好感。来搞搞什么对基督教这都没有。只要有一点点坏的人放大。另外一个是启蒙运动时期我写过一篇文章今天搜索不到了很多杂志都给转给了就中世纪那个异端裁判所的。就是异端裁判所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写的一篇论文一篇历史学论文的。中世纪裁判所它是道明会道明会呢举办的在中这个异端裁判所和它确实有后来起的酷刑到了那个宗教改革时期它之前我跟大家讲分两个时期讲一个是改革时期之前和改革时期之后的异端裁判所异端裁判所呢它前提出现背景是怎样子的当时的西班牙它是伊斯兰教的殖民地然后基督教呢把它收回来了那么呢那一些人呢就放弃原来的伊斯兰教信仰变成基督徒那么基督徒呢有当时天主教徒叫要他们承不承认自己是伊斯兰教。伊斯兰教里头有一个命令有一个叫做就是说他可以撒谎的原则叫做塔基亚原则听说过没有我给大家写一下。塔基亚原则他听说吗就是什么不是诺基亚手机这是塔基亚。听说过吗同学们不又把你静音了我没静音。没有。塔基亚原则就是说伊斯兰教当你处于弱势的时候穆斯林处于弱势你可以撒谎你可以骗那么这些人呢原来统治他你知道中世纪的时候伊斯兰教大规模的军事攻击那么整个欧洲最后一块领地如果不防御伊斯兰教整个欧洲就不是伊斯兰今天伊斯兰教比较和平之后因为 F-16 战机因为循环导弹掌握在欧美人的手上或者他没有我很喜欢一个非基督徒朋友讲的一句话那游牧民族现在是热情好客人格善恶是不是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蒙古的弟兄姐妹你们真的有没有你们有没有去过内蒙古或者是新疆我爸就是新疆人我游牧民族今天是人格善恶热情好客别人这么说你知道为什么吗
以后你听我讲，我慢慢再讲世界历史啊，讲中国，因为机枪发明了，马克沁机枪，叫马克沁，就机枪，中文翻译为啊，原来翻译叫马克沁枪啊，就是那个，因为机枪发明了，游牧民族在历史上面从来就不行，我，给你表演我的，因为他们的骑兵啊。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骚扰中国的北方边疆啊，下雪宫廷人的时候就到了南方的这些啊农耕民族这里抢粮食啊，抢食物，雪灾吗？这欧洲也是这样的啊，叫蛮族啊。那什么时候他们骑兵占据优势啊？什么东西啊？什么那个蒙古的骑兵是？欧洲人叫黄祸，他来得快去得也快，那普通人你说我没骑过马的怎么能跑得过他呢，对不对？他又会射箭，啊，但是欧洲人在文艺复兴啊，宗教啊，工业革命以后发明了个机枪，那机枪对付有骑兵怎么样呢？你绰绰有余，你不管你怎么冲，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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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骑兵敌人了，啊，中国人民解放军啊，的时候啊。你就取消骑兵，这里没有骑兵的，美国也有骑兵，但是没有骑马的兵啊，没必要了，没用了啊，知道吗？那么我在讲伊斯兰教也是这样的，是和平的宗教啊，不是他喜爱和平，是因为他不得不和平，就像游牧民族变得热情好客的道理一样的，你学历史你就懂这个人性的道理，知道吗？不是他生来就和平了啊，是。啊，他的敌人比他更强大了，他不得不乖了一点。那么道明会呢，当时就在西班牙宣教，这些人呢，啊，骗他们啊，整个西班牙啊天主教啊或者回归啊以后呢，他们人的宗教信仰进行询问或者进行区分。那么呢，像伊斯兰教叫撒谎，像我们也是信耶稣的，我们也是跟你们一样的、啊。我们这种人叫摩尔人，摩尔啊，摩尔人穿的皮肤长得比较黑一点，比欧洲人啊，像我这种人啊，那就像那个云南人一样的啊，比较黑啊。那么就审查，就是他成这个机构叫异端裁判所，因为基督教，因为伊斯兰教是异端，我再次讲一遍，伊斯兰教不是异教。是一端，啊，开始是这样子的啊，在审判的过程当中呢，他们的你是不是基督徒，你的圣经的熟悉程度啊等等的，他有一套啊办法啊，这套办法我啊，那么教会就把这两个啊会救赎政府，而不是教会自己去杀人，而世俗政府呢，根据他的法律啊进行裁判，这没有什么不公的。老师，哎，就是什么叫异教，什么叫异端呀、啊？啊，你要不要前异教和异端的区别啊？我正式讲伊斯兰教兴起的时候，你再去看一下啊。做小作业，要不然你容易忘记啊。异端呢，就是啊，约翰一书就讲的，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们也宣告他相信独一的神。他表面上是自己人，实际上是仇敌，叫异啊，叫异端，怎么？表面上说是自己人，实际上面呢是仇敌，看上去是兄弟，实际上是仇敌。那么异教呢，他就是仇敌，看上去是仇敌，骨子里的也是仇敌，就这个意思，明白了吗？明白了。啊，简单的说就这样。谢谢老师。简单说是这样子的，那么叫。到了中学的时期呢，裁判所呢，就是他会审判啊。大家注意一端裁判所，我们组织了伽利略啊。伽利略不是因为他科学的见识啊，不是因为发表科学地球那个绕着太阳走的原因，是因为他的教义严重的问题啊。在关于三位一体的上帝、耶稣基督、神的二十个人，所以他在被火烧的，这是这个原因啊。
好了，后期再讲政教改革的事。一等裁判所是这样的，一等裁判所呢，他也审判的也没有说的那么多，我那个数量我忘记了，就是一等裁判所在他成立到结束时间啊，有多少人被审判，多少人被判处死刑啊？我告诉大家，远远不如中国，死刑的就是极少数的啊。那为什么会夸大呢？是因为德法国人，法国人反天主教，特别是提德罗他们啊，他们在造谣。当然，我不是一等裁判长，是个不能说啊，因为它是个历史的产物。就像我们国家的政治审查一样，现在就在这样政治审查，一等裁判所真正就是集中天审查，对吗？我说你明不明白？你们要政治审查，比如说你是这，那么你这怎么样呢？你会怎么样？或者？那总选的刘老师也是一样的，他会有政治审查吧？你是党员还是非党员，都会有审查吧？你上课，你讲了一些什么内容？哎，学生可能会举报你啊，对吧？这是政治审查嘛？那欧洲当时也是这样的，叫他统一的欧洲教皇，他就像一个党派一样的。政治审查就这个意思在吗？好，我们再讲罗拉德派啊，我讲的太慢了啊。罗拉德派呢，是什么呢？就中世纪的时候呢，在第二十章呢，出现了一个，基督徒，他很特别，啊，约翰维克里夫呢，他是牛津大学的老师啊，他看到了当时欧洲社会的政治宗教的败坏，那么呢，他希望教会能够回到使徒时代的那种光景啊，圣经了解到什么程度呢？他把圣经原来圣经的一本叫五加大一本啊，是耶罗米翻译的啊。也是天主教啊，后来啊修订以后呢，在这经典的啊拉丁文一本，但是一般英国人看不懂。后来这个维克里夫呢，他圣经翻译为英语一本，主张回到圣经啊，回到这么一些主张的时候呢，他就影响了谁呢？影响了他的同事啊。牛津大学的同事啊，这牛津大学的同事呢，就跟大家英国啊，那个时候的英国呢，虽然有大宪章运动啊，有一些保障，但整体上来说呢，英国当然根本美国是个没什么文化的地方，盎格勒撒克逊民族是个啊，言语和行为比较粗鄙啊，比较野蛮的啊，但是日耳曼人的。包括讲男女色情笑话啊什么的，都是很粗鄙的人，所以呢，他们讲的英语啊，或者说他们讲的不是很清楚，所以因为北啊欧洲人的话呢，就是罗兰德是什么意思？讲话含糊不清楚，看不起你们，你不能讲什么鬼东西啊，我听不懂。我们湖南人讲我们的普通话叫塑料普通话，为什么叫塑料普通话呢？比较铁啊，那个钢板那就差远了，对不对？北京人讲普通话，你看那个，他们讲的课普通话很好的，那比我就强多了，是吧？这么日常口吻呢、啊，叫罗拉德派，就这个意思。就不是讲的那么快，讲的对。是我讲的快，是我受那个李阳那个人的影响了，一直没有悔改过来。是我个人，有一些人的普通话就不标准。你在长沙的街头啊，
你听到长沙人讲普通话啊，那就是嗡嗡嗡啊，后面的嗡嗡嗡的声音很。我讲普通话也是如此，我们叫它塑料普通话。我们自己笑自己啊，我也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嘛，就是不太好。那么这个英国人，这个威克里夫牛津大学这帮人呢，也是如此。他们的拉丁语啊，那不是最流行的语言是拉丁语嘛？哎，讲拉丁语讲的最好的地方，你知道是哪里？意大利人嘛，意大利人他是拉丁后裔嘛，他当然讲拉丁语比别人讲的好。那么英国佬讲拉丁语呢？你猜猜，没听过啊？你能猜猜英国人讲拉丁语会怎么样？你猜一下啊？啊，就像老广东人讲普通话，那更要命，更要命。天，我们中国人叫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什么？广佬讲广话啊。啊，那个我不讲中国历史，讲我的意思说，罗纳德牌是天主教的一个贬称，看不起，看不起了。啊，文艺复兴啊，什么叫文艺复兴呢？这个是大家注意啊，在书上没有讲的啊，我给大家，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是两条路啊。文艺复兴开始呢，向地上跑啊。向天上跑，都是发生在欧洲。文艺复兴主要是欧洲的南部啊，那比如说啊，发生在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地方的这南欧。那么呢，宗教改革呢发生啊不在瑞士啊德国英国啊这些地方，在北欧地区。啊，文艺复兴的目的是高举人啊，我们以后呢不再以神为中心了，我们生活以人为中心啊，叫人本主义又叫人文主义啊，就这个意思啊。那个宗教改革，我们以前做的不好啊，我们要重新不神的荣耀，唯独神的恩，唯独救恩啊等等，唯独圣洁，是这么回事。那为什么会产生？欧洲人会产生两条路呢，我给大家讲个故事，讲个故事啊。文艺复兴啊，欧洲在13、14世纪的时候，产生一个大瘟疫啊，这是一个不好的啊，我先讲不好的啊。大瘟疫叫做黑死病，黑死病是老鼠传递的病啊，欧洲人死，整个欧加起来也不到6000万人，一下子死掉2500万，是什么感觉？那当时要祷告啊，认罪啊，认罪也没用，祷告也没用，反正有些地方好，比如说啊，什么兰呢？有一些城市的免除，比如说波兰啊，波兰就没事啊。那么遇到这么大的灾难呢，欧洲人就有两种想法，一种人就是我们大大的得罪神，我们的罪恶当中没有真正的悔改，我们教会成了偶像崇拜。我们远离耶和华我们的神了，然后我们怎么样呢？要悔改，要回归古道啊，改革，就这个意思。有人就是没什么信仰，你看我们死了这么多人，他也没救我们，没帮助我们，我们也进士了，也祷告了，也认罪了啊，我们也没还是死了这么信仰啊，这是一个方面啊，就搞了文艺复兴，知道吗？那教会那么败坏，就是叫那些修士啊，又养情妇啊，又把好人把我污蔑他啊，那个愚昧啊整我们啊怎么的啊，那我们要回到希腊时代啊，我们民主啊，希腊罗马的文化时代啊，文艺复兴两条路。那文艺复兴跟宗教改革有没有相同点？有，都正是科学啊。比如说啊，加尔文、马丁路德啊，当然他啊，像加尔文啊，他在日内瓦的大学里加了物理学啊，研究物理学啊。物理学作为大学的第一个科目，以前物理学是什么样的？大学里没有的，大学里就只有医学啊、文学啊、法学和那个神学这四个项目。
后来才有物理学这些科学，是加尔文他们做的。也就是说，他们相同点呢，就重视科学，这是人的权利啊，等等一些东西，一些好东西，这些相同的地方啊，这是工作的责任和态度啊。主张结婚啊，主张结婚，是文艺复兴啊，宗教改革的相同。梵蒂冈就不用说了，梵蒂冈是后来天主教他们带的一个地方，教皇带的地方，现在呢变成一个国家了，在意大利国政之国。孟锦琦，你说，老师，梵蒂冈是这世界上最小的国家吗？那现在是个小国家了，在联合国来看就是一个小国家啊。天主教的中心嘛，梵蒂冈。意大利也不管他们，但意大利那个政府管，意大利政府的。还有一个国政之国。这里还讲一个共同生活兄弟会的几个人，一个萨瓦纳扎柔啊，他是个传教士啊，做传教士呢，他带来很多人的灵性的觉醒啊，灵性的觉醒，他攻击了当时的天主教制度啊，但绞死了，他尸体呢后来也被火焚烧了啊，猥琐的约翰，他呢他是什么人？他在跟马丁十一所教友啊。他在这个大学里头的做老师啊，他不过比当时马丁路的年纪大很多啊，大很多。他讲了阴性成义啊，怎么什么？这个还有的啊，讲了阴性成义啊，讲了那个回归圣经呢、讲了这些啊，这书上面有的，在多少页？在157页啊，他攻击了赎罪券啊，所以马丁路的。在后来他的作品里面讲说，我的思想呢，从某种意义上就呢，好像是抄猥琐约翰的。关键就是宗教改革，它不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它有很多人前人的努力啊。我们很容易把别人给浪漫化啊。我们如果不了解历史的话，比如说我们说，美国华盛顿总统为什么不当两任啊？不做三次总统啊？他为什么把权力交给那个政府啊什么的？他这个欧洲啊，整个啊宗教一脉相承，这就这么习惯，就这个习惯就这样。跟当时教会的治理模式等等等，还有一个叫多马肯杯啊，刚才我都复制到这里来了，我这不叫。我没有了啊，复制过来了。多马肯贝呢，他是个什么人呢？多马肯贝或者说叫肯，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我这里我复制了一个东西，不知道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复制过来。我复制不过来了。等一下我发给你，我刚才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有点输了，我就打开了个复制本啊，复制资料不见了。就是说那个多马肯贝呢，他是个人呢，他写了一本叫《效法基督》啊，《效法基督》。《效法基督》呢，我在网上找了一下，网上现在不能够下载了啊，要海外翻墙才能翻过去。我已经复制过来了，但是呢，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刚才电脑啊。有点问题了，问题我复制在这里都没不见了啊，就这么一个意思。多马肯贝在这里知道有一本书啊，叫《效法基督》啊，《效法基督》是他写的。我全部不见了，我天哪，我就知道都不见了。哎呀，我复制知道都不见了，你看。哦，没有存档哦，抱歉了，我没有存档的，我天啊！哦，这人你听我讲吧，听我讲是的啊。
对不起啊，这个啊，我没有存好档啊，没有存好档案啊，这个备份档案呢不清楚什么原因啊，做的资料都不见了啊，你听我讲述的，我能够背得下来啊，如果有文字的时候就好一点。肖老师，我想问问那个、我想问问那个《效法基督》那本书，我以前看过，我想听听您的看法。那本书，那本书我没看，我承认了，我是今年才知道的。我今年读另外一个牧师写的教会历史的时候才知道。那这种我没看过。哦，好的，谢谢肖老师。我觉得那里头有的极端了。好了，然后我讲，好，亚海公判，我们的教科书呢是在，我贴的资料都不见了，我复制过来的，我就奇怪，亚海公判在我们的教材的145页啊，亚海公判呢跟跟摩尼教啊有一点的关系啊，跟摩尼教啊，或者说叫新摩尼教、啊。摩尼教我们以前讲，奥斯丁就是在摩尼教待了很多的年啊出来的。那么他们认为在世界上的神啊，神呢就会是恶神一个善神，旧约的神是恶神，新约的神呢是善神啊。他是接受诗篇和先知书啊。他认为物质是邪恶的，物质是邪恶的。那么基督呢？我们看到了幻影啊，就是这叫亚根派啊，亚根派啊。那我们叫瓦勒都派呢？瓦勒度派还是瓦勒度？说法不一样啊，没关系的。你看那个英语就很好的啊 ，Oneness。他们相信圣经，他跟他跟今天的叫这个东西叫什么呢？叫时代论啊！我给大家，我这里打一下字啊，我还是打一下字好一点。有一些名词，因为是中文翻译为英语的嘛，时代论，你们听说过这个吗？就是旧约已经作废了啊，我们只信新约啊就好啊。旧约呢，更多呢箴言和诗篇23篇啊。你们听说这种教导，有这红色版呢，红色。那是红红的啊，就是说他旧约里头只加上呢，他们的圣经跟我们的还真不一样啊。我们的圣经是多少卷书？66卷嘛，对不对？是不是啊？你们家圣经是不是66卷？是66卷。哎，对，他们的不是啊，他们然后呢加上箴言和诗篇，就29卷只有。其他的就算他买不到，这是在你身上都能买得到，我以前有别人送给我的啊，就是买的他平时创世纪顶多看创世纪啊，看完了以后呢出埃及记看前面，后面就不看了，利未记不看，民数记不看，生命记不看啊，先知书呢也不看，各方面就没什么得着啊，做人的背下这做人的道理那些做人的啊，来我想10篇23篇有没有这现象啊？有没有这种现象？我家也有一本那种圣经。哎，对，那个一短。我们的圣经是66卷，我们的信仰也是66卷圣经的信仰，知道吗？是66卷的。啊，对，一般都是，但是有一些人，这种人叫极端的时代论啊。后来我听一个时代人
人叫小陆树河啊，他是是那个美国美国达拉斯神学院的啊就业教授。一句话，那如果就业作废的话，食品二十三品为什么也不能作废呢？因为食品二十三品没有做主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啊，我并不至于缺乏。在青草地啊，是在很安息的水边吗？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但我不是遭害，因为你让你的肝引导我。我一生一世啊，住在耶和华的殿子呢，我必有福杯满溢啊，怎么怎么的怎么的，后面的我不背了。我不知道。哎，他说为什么二十三品就可以的？为什么箴言呢？箴言只不过是把神的律法运营到生活当中而已，把摩西五经呢运营到我们生活当中而已。那你为什么喜欢箴言就不喜欢摩西五经呢？你喜欢诗篇二十三篇，那诗篇一百五十篇其他就不算数了吗？不是很怪嘛，对不对？是吧？啊，这叫史代论啊，叫史代论，就说这个瓦内杜派啊，就是史代论啊，他们执行修行啊，所以他们不打仗啊，不起事啊，只用主导文啊，也不相信列，当然不相信列语是好的啊，这个瓦勒杜派啊，是吧？但天主教来把他们我们呢没把它定为异端，认为假道啊，改革正教会把史代论定为假道，没有说它是异端啊。这为什么这么来的？就翻到诗篇一百一十九篇，诗篇一百一十九篇，我们把亚尔根派叫做异端，因为它是摩尼教的变种啊。那么瓦伦顿派，我们把它变成假道，为什么这么定？诗篇一百一十九篇的一百二十几节啊，我请孟锦琦麻烦你读一下啊，六到一百二十八节。几章几节？诗篇一百一十九篇，我打一下，我打一下字好点。哎，今天是我没从好打，我以为。我可能搞什么吃东西去了的，我忘记了。诗篇一百一十九，一百二十六的一百二十八，你读一下这经文好吗？一百一十九篇。二十八，这是耶和华刑罚的时候，一人废了。犯法的时候啊，我就看着圣经读啊。这是耶和华降罚的时候，一人废了你的律法，所以我爱你，并立胜于亲子，更胜于亲戚。你一切的训词在万事上，我都以为正直，我却恨一切假道。啊，谢谢啊。这里，所以我们把时代论啊，包括那个达拉斯神，这些国内的，我们叫他的这种主张呢，叫假道。啊，注意啊，不是一端，是假道啊，是假道。他转错了，就是意思说他这道不彻也讲的不对啊，错了，就这个意思，就假道，就这个意思。因为他把旧约都废了，你们律法是我们圣洁生活的标准，是我们圣洁生活，是我们过公义生活的标准。旧约有什么公义？公义就是我遵循你的一切诫命，就以你们为义嘛，生命记是这么讲的嘛。你遵循神的旨意就得神的赏赐，你不遵循神的旨意怎么了？这神的刑罚，神是公平，神不偏待人吗？不是，那个，你不能把这东西全部作废了，那你就无法无天了嘛？上帝就没有公义的标准了嘛？当然，我们人可以作废，但上帝没把它作废。打个比方来说啊，你是基督徒，你在楼上，我经常我问他，你是楼上跳下来会不会摔死？肯定会，会。你基督徒，你切菜，你说我已经蒙恩啊，
你能不能随便切吧？你说我已经蒙恩了，我切菜就随便切了。不可能，我们跟平常的人一样，都会切手，都会切到手，然后流血。对，神不偏待人。你蒙恩了，说明你在基督里是蒙恩了，但是你不等于说你可以乱来啊。保罗说，福音是废掉律法吗？不，乃是坚固律法。但是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是被律法咒诅，是因为我们被圣灵所引导了。圣灵会随便乱引导人吗？当然这个今天也可以讲很多了，讲一篇道德没有。我们被圣灵引导做义的器皿了，不再做罪的器皿了。那我们怎么成全的呢？我们因爱去成全嘛。保罗是吧，一切律法整个都是爱嘛。一切律法整个都是爱的时候，你去爱一个人就不会冒犯律法了嘛。比如说我爱孟锦琦，我爱孟锦琦，那我会在孟锦琦上面去偷东西吗？我都爱你，我是恨不得把东西给你，偷东西吗？肯定不会。不会了，对不对？想都不用想。假如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你跟来，你不用担心是偷东西的嘛。他都爱你，都把他都愿意给你，他怎么去偷你的东西呢？对不对？所以说，爱去成全律法，一切律法它包括的什么？爱人如己这句话里的啊，就这是意思。但是没有，你是旧约废掉了嘛？他也没有废掉嘛，对不对？他是成全，不是废掉。知道吗？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不是废掉律法，是成全，这个意思。成全。那么搞反了，把这旧约不要了啊，这就麻烦了，就旧约不要了。哦，66卷圣经变成27卷，再加2卷啊，那就麻烦了啊。好，石金姐妹，你说。老师，就是爱成全律法。我知道您说的这个爱是在真理里面的爱和合一。怎么没声音了？好了，老师，刚才他们说话，我换了个地方。是这样。但是现在就是有的教会吧，他讲爱。讲的都没有原则了，他就是不愿意。比如说人家犯罪了哈，有的人给他提出来，哎呀，他就批评那个给他提出来的人，说这个你就这样就没有爱了啊，就怎么地的，就他就包容罪恶了，然后就搞得那个坚持真理的人很受伤，而且那个姊妹非常的好，而且他就是这种爱。他就没有真理的爱，但我知道肖老师讲的爱是在有真理原则的爱里头，就是说现在有的他讲台的教导他这样过度的强调，就挺那个的，我觉得。你把罗马把哥林多前书11:13的话背下来，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哦，对对对对，把这个话说给他就行。你一直把紧我们背起来，不是夏老师讲，夏老师算老几？夏老师不算老几，我也没把自己当成老几。一直说，你把圣经的话讲，爱是喜欢不义。一直是这样的，爱是不喜欢不义。还有一句话你可以背下来啊，希伯来书的第一章，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喜乐由就高往你的头。希伯来书一章。啊，那这意思咱就一个视频对吧？好，好的，谢谢肖老师。你卡住了啊！我们放到这个啊，就是神的话语的。我们列出啊，改革改教运动以前的改革家他们的学校啊，我们。啊，威克里夫之所以能够啊回归圣经，跟他生活环境，他生活的牛津大学啊，我们的牛津大学是中国北宋时期他就有了牛津大学，然后牛津大学他研究他的学术历史悠久啊，研究那种啊西语啊，威克里夫能够把啊一些把五大家译本啊翻译为英语啊，他
还是因为他跟生活在牛津大学的环境不一样。我牛津大学提供这些研究环境的，你如果每天你像我不要说了，你每天还去上班啊，白天在街上你要去啊卖鱼啊，对不对？你晚上回来要带小孩，那你请问你有时间？没这么多时间嘛，你是个人嘛，你也要学希腊语，学希腊语、希伯来啊、来拉丁语，他是不是你吹口气吃完饭啊，喝杯水就能够完成的事情嘛？他们都生活在大学里头啊，还有那个我们说的这个马丁诺德啊，马丁诺德是生活在哪个大学里头？对吧？伏尔塔啊，在我们的教材的多少页？我看一下，叫做伏尔塔大学啊，伏尔塔大学。马丁诺德啊，德国伏尔塔大学，在这里头做研究的时候啊，他接触到了那个猥琐约翰的啊，猥琐约翰的作品，而且阴险成瘾，他做梦了，梦见了昨天晚上呢，有个梦，梦见了神跟我说，要我阴险成瘾，不这么稀奇古怪啊，没这么神乎其神的啊，就是他就接触了那个猥琐约翰的作品，影响了他。还有其他的一些改造家，比如说啊，巴黎大学，但是什么？巴黎大学，当然巴黎大学离开天主，他是反天主教啊，但是他没有带来宗教改革啊，就是伏尔泰他们嘛，这些在法国的受他的影响力，我们就讲这一些啊。哦，对不起，没有让你们休息啊，没有让你们休息，对不起，对不起，没有让你们休息，我讲过头了啊，讲过头，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9:35过来吧，少休息一点啊，麻烦你们啊，忘记时间了啊。成年了小孩子也得累，知道吗？那个少年人还容易累的。人们把我怎么样？什么？我想你所许的愿在我身上，我要将感谢体现给你，因为你的命脱离死亡，你岂不是救护？脚步跌倒，是我在生命光中，在生面前。
神的工作，并且明白他的作为。一人必因耶和华欢喜，要得夸他。是的人都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口将你的心事传与王代，因我曾说你的慈悲必坚立到永远，你的心事必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像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起了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天空谁能比耶和华呢？神的种子中，谁能像耶和华呢？他在圣者的会中，是大有威严的神，比一切在他思维的更可畏惧。耶和华王君之神啊，那一个像你耶和华，你的心事是在你的思维，你管辖海的狂浪，波浪翻腾，你就是尽量，你打碎了拉哈伯，似乎是杀的人，你不能得帮你打散了你的仇敌，天属你，地也属你，世界和其中所充满，为你所建立，被为你所创造，塔伯和黑门都因你的名欢呼，你手有力，你的右手与公义是你宝座的好。我讲慢一点的，我普通话进来呀。啊，我们讲第四个问题啊，就圣经啊，我还是把它缩小一点，我打出来啊。假偶尔改道讲在圣经，就回归圣经或者唯独圣经。啊，注意这是什么？
领受圣经啊，最后的是使徒啊，使徒经历的教会是我们教会的标杆，知道吗？而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标杆，基督或者使徒经历的教会啊，是我们啊好教会啊。你说什么叫好教会？什么叫坏教会？什么叫真教会？什么叫假教会？那我不能说我说了算，对不对？你看使徒他们经历的啊是这样的，使徒的时候有没有搞过十字架杵在墙上？使徒的时候有唱诗篇呢，还是唱人写的歌？使徒的时候他们建立的教会啊，是热心传福音呢，还是坐在家里头每天坐在人大每天在喝茶？啊，我们来聊一下，改革这个程序呢，我们来归真一下。你接着讲，我后面再说啊，接着讲。没干这种鬼事，对不对？对不对？没这么做，那么傍晚，他们干嘛，我们就怎么？都是这维克里夫啊。开始啊，后来胡适啊，是他的继承者啊，马丁啊，然后呢，马丁路德啊，发扬光大啊，很多人就接着那么来事情的。我们这么多人回，那么在圣经的解释啊，那你怎么知道圣经的解释？回唯独圣经包括啊，一个是啊圣经文本啊。对啊，一个是我们的文本啊。唯独圣经这本书，那么它的教会是个活的，对不对？它是个现实的一个团队啊，对不对？那么这个团队，以什么为标准呢？那就使徒时期啊，就使徒信经里的教会，不是说错了，使徒行传里的那种教会就是我们的啊。大家没事把话筒关一下，我一关的时候你就会关的你就打不开了啊。他们那是个教会，还有一个啊，这种态度啊，那么圣经要解释啊，那圣经怎么解释呢？那我一句经文，你有你的解释不？只有一种解释，或者说不会有矛盾的解释，只有一位解释，那是一件啊，叫三啊，当时啊没有威斯敏斯的宪法方面这些，用什么呢？用教父啊。甚至这个啊，那个三大教父作品，重点是呢是安提阿这块啊，这是已经解经啊，我就是啊，这教父啊，或者教会的。啊，这圣经的解释，那么谁当时觉得就是使徒他们的学生，使徒他们学生有两部分人，大家注意啊，当时的教父分为两部分啊，你们有什么意见？啊，哦，不是，就是这个啊，那很奇怪，我不太明白这个东西啊，这里我们这你看这个啊，你等一下啊，下文就是这个网络链接，这本书有个网络链接，还有个还有个伊拉斯姆啊，没有跟大家讲了，要你看漏掉了，我原来做好备课做了准备的，我没有吹牛逼的。这个伊拉斯姆呢，他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啊。他补充一下啊，刚才说讲的时候，如果你不看自己的备课笔记啊，有时候会漏掉为什么老师要备课啊。哪怕你最熟悉啊，我肚子里头全部装在我肚子里头啊，全部装在我肚子里头，我不用不着啊照本宣科，但是还是要备课。为什么备课呢？有时候会漏掉嘛，你备了课就不会漏掉啊，是吧？这伊拉斯姆呢是个过渡性的人物啊，他呢？在他的作品里，他提到就是说，当时教会很腐败，这个政治很腐败，大家都知道的，这是一部你信不信耶稣，你就看到教会腐败啊，就社会腐败，就是你看了一下。但是他提的就是当时的这
研究圣经的话，进入了哲学啊，用哲学的办法研究圣经的时候，你就变得苦，对普通人来说枯燥无味啊。可能极少数的人啊，有那种哲学爱好的，像唐崇荣啊，或者是他们可能觉得有意思啊。哲学为什么到今天为止啊，很受人反感的一个原因，就这少数人对那种啊神学研究感兴趣，你知道吗？无论什么时候啊，对哲学的兴趣爱好，它远远只是少数人。但圣经的话语，它是写给所有基督徒看的。所以啊，这个伊拉斯穆就是主张啊，你要回到圣经，不要老是搞那些哲学啊，或者说啊搞那些神学啊。你就神学不要脱离圣经搞神学啊。我们今天讲完叫什么？笑话那个啊，庇里亚人。大家知道庇里亚人是什么人吗？庇里亚人是天天查考圣经的人啊。那我们学庇里亚人一样的，当然他没有讲是，他原来话是说要尊重圣经啊。这个人呢，他影响了谁？影响了马丁路德。然后看来马丁路德几个人影响他，猥琐的约翰啊，猥琐的约翰。然后呢，第二个人呢，伊拉斯穆。但伊拉斯穆呢，他性格呢没有领导力啊，没有领导力。然后呢，他也维持这种大好局面，就现在不要再教会内部改革就行了。他们愿意听呢就听，不愿意听呢就这样子。就比如说他这个人太懦弱了，你说他懦弱，他们呢？他就影响了呢这个，所以宗教改革就有人说了，伊拉斯穆生了一个蛋啊，那个马丁路德呢把他孵出了小鸡，就这样子啊，就是罗马啊，罗马天主教人讲那句话啊，但是他跟马丁路德有个不同的，或者说啊，他跟那个奥古斯丁对吧？他相信人有自由意志啊，人可以选择信神或者不信神啊，这样有意志在这和选择善或者恶啊。有意志，就是他的一种思想啊。但是无论怎么说，他引起了马丁路德，马丁路德不是个天啊。那么呢，亚尔根派和瓦楞登派呢是一端，你赞同吗？要看具体的分析啊。我们认为至少我本人认为亚尔根派是一端啊，它是摩尼教的变种。瓦尔登派呢，部分是假道，部分是假道。那什么是假道呢？因为他把旧约给废了啊，把旧约给废了啊。把律法给废了，律法不是服的，是成全的。但注意啊，新约是把旧约给成全了，不是新约把旧约给废了，是成全啊。你搞一个，比如说我爸爸生了个儿子，儿子就把爸爸给废了吗？不能这么说嘛，你们。耶稣说你们若不信摩西的书怎么能信他呢，是吧？你摩西的书你都不信，有个人说，一个人说主啊，你让一个死人从我老家里面还有几个兄弟，如果你让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啊，他看见了他们就会信神啊，信你啊。耶稣说你们若不信摩西的书你只能信我们。保罗做见证什么呢？从前所写的圣经是要叫我们啊忍耐好得着盼望的，那是为我们而写的，你们能把它作废了啊。那就保罗又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来在恩典之下，这律法已经成全了嘛，我们不能靠律法成义嘛，基督行律法他得义，他的义归给了我们，所以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嘛，对不对？律法不能够让我们拦阻我们进天堂了嘛，是吧？是成全了啊，是成全了，但注意啊这富尔特是这么写的，这个翻译有两种翻译方式啊，一方有耳朵的尔福特啊，尔福特大学啊。现在我在网上查到的是这个尔就是那个你啊，你有福啊，尔福特大学。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大学？大学有希腊语学习，有拉丁语写作啊，有古代经典作品，这是人文学科，还有科学的研究，你知道吗？就这种环境下面呢，他比较容易认识圣经啊，找到原来的圣经。一般情况下，你不要大学没有圣经呢，知道吗？没有圣经，你怎么？你没有圣经，你怎么搞宗教改革嘛？对不对？你改啥的呀？谁理你啊？你个乡下的农夫，你说我在教会不忙了，你能怎么样？你能说出个一二三吗？说不出来了。所以说，大学它也是背景，
啊。那么宗教改革啊，产生了什么圣洁？当时我到现在为止我知道的 啊，首先是五家大译本。五家大译本呢是耶罗米翻译的啊，然后呢是天主教机构进行了改革加工了啊，是拉丁语的标准译本啊，然后呢到维克里夫英语译本，维克里夫的英语译本我没见过啊，但是清教徒运动不是从他开始的，宗教改革是从他开始的啊，清教徒运动是从丁道尔的啊，丁道尔的圣经译本开始，一直到呢一直到英国是到英国清教徒运动，英国本土呢是到那一个啊，不，圣经叫做啊，叫马太亨利啊，到马太亨利为止啊。那么美国本土呢是到美国那边是到爱德华兹啊，爱德华兹被开除的时候，这个啊是清教徒运动啊。那么马丁路德呢放了德语译本啊，德语译本后面的就现在英语世界啊译本最多的就是圣经了，翻译的最多的圣经了，我们中国啊中国的有和合本了啊，当然有人还说经纬本呢、啊、还有什么当代译本呢、啊、现代中文译本呢、啊、标准中文译本呢、啊、还有吕什么吕正吕正真译本的，当代中文译本的。那为什么贸易法会影响文艺复兴？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其实这个已经讲过了，这个、为什么他老是提出相同的问题啊？贸易首先十字军东征啊，我们讲十字军东征的时候我们讲过啊，十字军东征他远道而来，他开阔了视野，看到了拜占庭帝国啊，就是东罗马帝国啊。他们的文明的保存，看到了那个阿拉伯人啊、对希腊和波斯文明的传承啊，他们的医疗啊作品，这都影响了他们的视野啊。更重要的是，他们透过这些啊，发现了重新了思考古代希腊罗马的文明成就啊，我认。在欧洲呢就产生了一系列的大学，这是一个方面。那么我们知道文艺复兴的话它是来产生于意大利啊，佛罗伦萨这些城市里头啊，它是走向以人为中心的啊，但是佛罗伦萨在那个中世纪的时候那个傅家丘你们有时叫薄家丘啊，薄家丘是意大利的一个作家啊，他写啊他的家乡嘛，感谢有些这种的作家，要不然我们真不知道啊。他家乡佛罗伦萨啊在那个黑死病中间，就是街上人走着啊就这么倒了。就是你去逛街啊走着就这么倒就死掉了。这城市呢后来你说他这么惨的时候他要发展经济啊，就是做生意啊，比如说地中海做生意。地中海就这么在意大利啊，原来就是罗马人的后裔啊。他们就发现了古代文明的成就啊，然后呢能做生意啊，追求金钱啊，当然没有错，就金不是这，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开阔了视野。然后呢找到了古代学者作家画家啊及其啊。拉丁文作品啊，他们的成果啊，同时他们有大量的钱财去用来投资或者支持啊。大家注意，写文章的人需要吃饭啊，搞研究的人也需要生活啊，他需要研究材料。如果没有人支持的话，你想想会怎么样？那个时候有随着商贸易的发展啊，比如说卢梭啊，就是当时法国的一个贵妇有钱人。支持他，包括我本人这些书啊，不是我自己啊赚钱赚的，一弟兄姐妹支持文章打赏啊，当然也还包括你们的学费啊，否则我买不了这么多书啊，我买一套书多的是10000多，那少的几十块是很普遍的，我这里国内能买到的基督教历史和基督教书籍几乎我都有啊，你们所知道的，你能够想到名字的。我这都有，
那请问这个天上掉下来的？要支持的啊！文艺商业贸易的发展，它文艺提供了经济基础，你知道吗？在教会里头本身就有一个乐善好施，基督教不管是天主教还是我们现在的新教或者是天主，它都有同的传承，就是乐善好施啊，就是啊，看到别人做啊善良的工作、美好的工作，你认可，他就会奉献钱财。这跟中国传统里头是没有这些事，很少，或者说中国啊传统的很少。中国在古代啊，在春秋战国时期有孟尝君啊，当时的四君子啊。就支持一些啊幕僚，就是你我可以支持你，但是你要跟我说幕僚出主意，在我们家里做养师啊。中国有养师啊，就传统啊。养师就是什么呢？做幕僚啊，但欧洲不一样啊。它有这个传统，知道吗？不管你说今天的顾客啊，顾客他不是天主教啊，什么宗教都没有，但是他还是依靠啊社会的捐助啊。他有个基督教是传乐善好施的啊，你不一定做事啊，就是中国人也有养事的传统，但是你要去给我打工，跟我做幕僚。所以《红楼梦》的那个作者叫什么？叫曹雪芹，就饿死的嘛，在饥寒交迫当中死掉了的。他有个儿子，还给饿死了。他写了一本《红楼梦》，多少人吃他的饭呢？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我个人认为中国人的耻辱，一个民族冷对这种伟大的作家啊，这么冷酷，让他儿子给饿死啊，然后拿着他的作品去炫耀，哎呀，我们中国人呢有个伟大的作品叫《红楼梦》，你好意思说吗？有意思吗？我们只把那些天才的人物去榨取啊，把那些。作家啊，科学家的书啊，去盗版啊，去卖啊，然后让自己发财啊。至于他本人过什么日子，我无所谓，我无所谓啊。他去死也好，没有。我们感谢神，因为像我这种，如能够写作，完全是一个基督徒啊，这种乐善好施啊，这种愿意支持圣公，否则谁我也像社会上面的写那些、啊、鸡汤文呢，人家就打赏了。不可能呢，我的能够持续的。那天主教，我讲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商贸易的发展啊，他们就有支持这些伟大的作家啊、艺术家啊、包括画家、雕塑啊、科学研究等等等等，因为他们需要生活，这个是学校的发展，你学校它需要钱的，影响了文艺复兴啊。我给大家讲的，无论是社会建设啊，古代文艺线的发掘啊，还是金钱方面的知识啊，就离不开当时的啊商业贸易的发展。好，这个呢，我给大家讲啊，我没有这本书啊，参考《大英百科全书》，收集文艺复兴的运动资料。我知道很多文艺复兴的资料，但是呢，这些文艺复兴资料都不是从《大英百科全书》来的啊。我口述很多的资料啊，文艺复兴啊，我后面再讲多一点啊。我想在讲世界历史的时候再讲多一点啊。这资料很多，在国内也很多，因为我们国内对文艺复兴呢是非常的推崇啊，非常的推崇啊。从文学作品啊，文学作品我们知道的啊，我知道的啊，傅家秋啊，《十二谈》啊，讲的是修女的败坏啊那些啊。神父阶层的恶心的一些东西很多很多啊，十二谈，这个是还有，其他作家啊，我知道的是，但丁的啊，但丁其实但丁就写了《神曲三部曲》啊，他就是一个人本主义者，他是个人本主义者，然后引导他的是维基尔啊，维基尔是个非基督徒，非基督徒怎么能引导你到天堂去了？你是不是笑话嘛，对不对？但是文艺复兴他就是抛开上帝嘛。你看达芬奇的绘画啊，达芬奇的绘画其实他把耶稣基督画像画出来，这是偶像崇拜，你知道吧？但是耶稣基督完全是个人，你看他的头上那个沙石头是什么样光环的？中世纪时期的那个头怎么样呢？你看所有的使徒啊，这有一个光环，就是什么？
他身上有圣灵的同在啊，就是比喻的，不是说他真是都真的有个光环了啊，他就为了显示这个，他都没有光环的，就是啊很健康的，很活泼的，还有那个大卫的雕像，他们是借着这种宗教题材啊，借天主教的鸡啊，下人文主义的蛋，没这意思没有？真就是很喜欢去沾人家的光，而且看你看我们基督徒的画家、基督徒作家，那就是什么，就是没毛钱关系啊，他只是借基督教的蛋啊，基督鸡啊，下他自己的蛋而已。在音乐领域的跟别人说音乐，音乐我不太懂啊，音乐我不，科学的，你比如说笛卡尔啊这些啊。啊，牛顿啊，还有后来去牛顿啊，还有莱布尼兹啊，科学领域的啊，很多很多啊，我就不讲了，就跳过去了啊。就阅读《效法基督》这本书，我发给大家啊，我发给大家，写出你一下你的感想啊。我还没读啊，我还没读，我把这个链接发给大家，很奇怪啊，感谢神他能够出来啊，链接在这里头啊。你喜欢看的就去看吧，不喜欢看就不喜欢看啊。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等一下我复制到那个微信群里头去啊，我们做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求感谢主的怜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恢复了啊，我以为我背的课都没戏了，是吧？你里面帮助我们，我们真实己的教和历史讲完了，都有不全的地方，求主赦免我的过犯，所认为我在准备方面怎样不周到的地方，是吧？看过我们同学啊，看过我们的家长，是他们在教会历史当中吸取经验和吸取教训。我们远远无法回到历史的过去，我们总是活在当下里头。愿主你看过我们，我们凡是我们信的，只要持守，直到主你来的日子，你必赐给我们公义的冠冕。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哎，对，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忘记了，没什么问题啊。我等一下发给大家《效法基督》这本书啊。老师，哎，我想有一个问题了。啊，哎，我刚才上课的时候想着了，我现在忘了，老师，那我先不说了。没事，平时也问我，你在我微信上面留言似的啊。我也不是什么大人物啊，我不是什么大人物。你有什么问题，你在微信上面给我发一个言，我看到了，我一定会回答。有偶尔呢会带孩子啊。回答不了，这就是因为语音啊，因为我除了工作读书以外，我就是带孩子。嗯，谢谢小。我及时啊，然后就是个普通人啊，就一个教书先生，有啥了不起的？普普通通。老师那么谦卑，我还白点什么板翘啊？没事了，就再见了啊啊啊！有事就欢迎留言啊，没事啊。